我以为是会很顺利，但是很紧张，然后他也很紧张。啊，不哭不哭。对。很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觉得这次入围会觉得很像是一封情书的要给他的感觉，然后有充满了鼓励，还有记载了满满的爱。也希望他妈妈能够继续得奖。加油加油，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。应该全家出去一个小小的旅行，对，小小庆祝一下。没有哎，因为我在家里有练习走一下，所以他在家都可能就是很怕生啊。